年王是这里啊，是。啊，花田里面。哇哇！哎哇！哇！哎，这个就是那个是什么？无敌铁金刚。对。是我叫 Mazinger Z， 你应该是看美少女战士了。没有，我是看美少女战士。他们那时候超红的，对不对？我是超有名的木兰背带。对啊，放学的时候第一个是一定要去看，回家看那个，就先看这个。哇哇，烟酒，我都回忆这么多招牌啊。对耶，哇，金大风理发店，还有鸭哥，还有 RC Cola， 黑猫哦。什么扣了 ？RC 扣了，美国的，是好久以前。它下面就是美国原票啊，好酷哎！等一下，那言归正传，我们现在是去找老板吧？哦，找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忘记老板是哪个？老板，出来，老板，有可能哦，他家在紫薇底下面嘛，在这里的老板，你可怎么看左右？啊啊！哎，我考你，来说，里面的驾驶叫什么名字？你们还记得吗？我没有。不是那三个人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我说英文名字啊。柯国龙啊，对，哇，导演，哎，真的记得哦。你看我，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哦，就是说我们啊要利用现在。就小朋友在小的时候，就让他享受童年，不要到年纪大了才在找童年。年纪大才在找童年，看到这多兴奋！对，叫什么？啊，柯国荣，找老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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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走走走走走！哇哇哇！哇塞！哎，他是《Limited Edition》是第十二号，这是限量版的。对啊，第十二号哎。哇塞，这个主线一定好贵哦，我的妈呀！英雄内战的那一只，还是英雄内战，英雄内战。他们怎么那么多复古的东西？这个。哦，这是那个，这什么？钢弹，钢弹，对不对？原主钢弹，原主，原钢弹跟原主。我也有，我的这么小。哦，这个是这么小。哇塞，哇，后面。哦，哇。这是台湾以前的那个电影 poster 吧？电影 poster 都是用画的，就是这个没演过的东西啊。对啊，我就演过这一部。是哦，哎，你不好帅哦。啊？杨丽花，那杨丽花，有雷灰，有雷灰啊！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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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我们今天是要来就打工换宿，换宿嘛，对吧？说说你看吧。对。那请问，哦。太明显了，这大头宝宝哎，大头宝宝，我记得我在我阿妈那时候以前也有哎，对，但现在不知道去哪里。他是拿着橄榄球吗？啊，对，那个 football， 可是这很久以前的。我记得小时候我爸爸又带来一个大概这么大小的带回巴西。我真的现在还在吗？在巴西应该还有，可是我记得这眼睛是闭着眼睛哎，不是大眯着眼睛，对，那不是。我记得我的不是开的，是大童眼、大毛眼的，还有哪个？基本上，你们那个是盗版的吗？盗版的，你那个眼睛是盗版的吧？拉惨了吧？还是啊，拉惨了啦！可能拉惨，然后你爸自己拿毛笔点的，我画一条线这样子。大童宝宝，真是有钱。老板，我们就聊个大童宝宝。那所以，我们想着来打工换宿，有没有什么工作是我们可以帮忙？帮忙，可要先找到老板。啊啊！哎呀，我说奇怪，怎么这么年轻就收集这么多东西？那我差一点觉得你怪怪的。老板好找吗？老板好找吗？超好找的，真的吗？就是你们从这边过去会看到一个收藏馆，就看到它了。哦，收藏馆啊，还有哎，还有更多东西，里面还有更多收藏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往里走走。谢谢哦，谢谢你。
五分轨道啊，五分的、啊，这好像一个博物馆呢。这就是一个，它就是个博物馆，刚刚就讲了吗？收藏馆啊，好可爱、喔，帅 ，Black Kamen Rider。是卡卡面赖斗，卡面赖斗，卡面赖斗，超帅的。感觉你们童年比我丰富。哎，豆哥，豆哥，过来。哎，就好像老板一直往上看发呆，那那不是，不是啊，这是最新款的蜡像，应该不是。哈哈哈哈哈。老板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开个小玩笑，开个小玩笑。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各位老板，你们是那个，我们是那个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今晚住谁家？我是小豆。哎，我是蓝君天。洋洋。哎，丁丁。对，你好，你好。我们今天呢，受到那个委托，说要我们来就帮忙你做事情，然后我们要打工换宿。刚好外面那个 L O V 需要重新油漆。对对对。L O V 新油漆。哦哟。对，漂亮哦。要你们做的就是整理这间收藏馆，就是一些清洁的。你确定？就是回程嘛。对对对对对。这些都是收藏品，你确定交给我们？下你们打坏的还有。现金拿来。好，那我们要我们来幫忙分组啊，又要分组，又要分组，分两边啊。哦，一个油漆，一个油漆，一个整理这边这样。好 ，OK， 来，黑白色 ，OK， 好，老方法，黑白，黑白，你先出去 ，OK， 好，黑白色。你是我哎，真是我哎，就是你，就是你。OK 了，你们如果喜欢油漆，就油漆，就一样剪刀石头布好了。我们再怎么样都要选里面啊，因为外面很冷。剪刀石头布啊，没有，毫无悬念，毫无悬念。来来来来来，好，拜拜拜拜，好好油漆哦，拜拜，穿多穿点哦。老板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收集这些东西？大概民国1980年，在当兵，刚好朋友女朋友，然后就会跑一些古董店啊，就会收一些几百块啊，对对，然后就慢慢收几千块，对，就慢慢收钱。好多哎，你而且你收的东西就是那个年代会有的。好，言归正传，我们要怎么打扫？你像那个海报啊，上面都会有灰尘，哦，都要清一清，那个比较容易污。哦，难怪。对，看我们今天需要的刚好鸡毛掸子，然后一些小东西，你可能就拿起来擦一擦，或者是清一清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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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因为太久了，有时候会粘的。哦，对。来喽，准备工作喽！哎呀，老板好，老板好。来，这个等一下交给你们。好，没问题。尤其等一下可能要先打开。那一个就是我们先把颜色相反 ，OK， 颜色相反变成擦红色，哦，红色，然后红色变成紫色，对，这样才知道有没有擦到。这个我跟你讲放心了，因为美国人在这里，美国人是不是最会把家里的装潢变来变去吗？也没错，虽然我是色盲，没有问题。好，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？要注意，等一下你们要先注意，就是要颜色对的，脏的东西先擦掉。哇，这个要本一本，嗯，这个这支。哎，你这样都弄在他们的身上了啦！啊？哎，不会啊！啊，小心！等一下，这个倒在你身上。来，那这个我调的差不多了。这已经 OK 了吗？对 ，OK 的 ，OK 的，因为这个浓度差不多。嗯，对，啊，那个应该也可以的。OK， 就直接交给你们了。好，没问题。对，来，这个灰尘太多了。哎，可以加水吗？啊？你这他们什么都有哎，凉快一点，真的是要漆碗。没有，这里有一个蜘蛛哎，我们就是要漆碗啊。真的要漆碗哦，这不是假的。OK 哦，这不是假的。哎，吴勇，这个欧超好擦哎。啊？这个欧很好擦哎。这么好擦？你看，它就是。一个圆形的哦，那你就去擦，加油！我跟你讲哈，我真的要把外套脱掉，我很怕一个外套不小心勾到了它。一个闪失，一个闪失一勾到，我跟你讲就糗了。打开了，打开了，就要买了，你知道吗？哇，哎，这是以前的车牌哎，对，车籍的牌啊。农用耕耘的什么的，呀呀，来，这个好酷哦！
我怎么觉得？我怎么觉得这个玻璃那个时代感都非常的重？对啊，你看，火柴里面还有火柴吗？有，你看这个真的里面还有火柴，你看多好用。哎，真的哎，就像在掏耳朵一样，把耳朵掏干净，舒服。哇，清末明初法国制电话，请勿动手。动手了，哇！啊，那个时候的电话是要这样子拿起来，拿起来，然后另外一边这样，哒哒哒哒哒哒，拨完以后这样。是我吗？还好它是塑胶的，没关系啊，它是塑胶不会坏。刚好要想把它擦一擦。它如果啊，有没有像那个英国的博物馆？嗯，它不是里面有一尊会这样，它半夜会这样一直动。对啊，是真的。你上网去搜，哎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什么？来看一下，枕头。哎，你知道哎，这是枕头，这是古时候的枕头。古时候的枕头。对啊，不知道谁躺过。有的时候，这真的是有一点叫做两难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现在就觉得他这个画需要很干净。但自己做的鸡毛毯子又怕它勾坏掉，因为自己做的已经到独一无二了。然后那个，哎呦，哎呦，他刚刚说重的呢，他刚刚说最常被打破的就是这个。我好像一直去弄一些不应该去碰的东西哈。这个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他摆这个？这两个是一起的，你知道是什么？来猜一下。反正就是 baby 坐在那边吃饭用的啊。不是，这台是什么？这台是那个剪头发的椅子、啊。对，理发机、啊。以前是剪头发的椅子，对不对？对。它就这样子嘛，大人剪，对不对？对。小朋友，来 ，Jacky。哦。然后他可以不用个手也不会，然后他就可以帮你理头发。哦。刘文正，哎，马国碧。是吗？叶秋田，叶秋田，黄秋田，黄秋田，哇塞！我不知道阿西哥以前是歌手，哎，是啊，我真的，你林霞好熟哦，好熟哦，你那好冷的小手啊，林霞这长得好像我公司以前有一个人，我助理就长这样，是狗，妈妈11岁，啊，古今第一奇闻，女性必看的电影。妈妈11岁，情窦未开，怎么做妈妈？那黄毛丫头怎么养儿子？以前11岁就能当妈妈？欧弟，他竟然也有演？欧弟出道这么早 ？OK， 要倒进去。哎，所以我们就是我们要改我们的计划。对，就是那个颜色，那个颜色，不要是那个颜色。后来老板决定说我们。外面同样的颜色，然后里面两个字也是同样的颜色。好，那我就涂红，那我涂紫。好，也好好玩呢。什么啊？聊天啊，好羡慕哦！听音乐，玩玩具啊！啊，是不是？我会吹风。哎，外面真的蛮冷，你们没有冷到吗？有一点冷。没有，我现在很热。但是你们把它擦得蛮漂亮的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 ，A B C 里面我最讨厌就是一。为什么？你看写那么乱七八糟，那么复杂一个字。但还好你还认得出来它是一啊。坐在沙发上把台湾彻底玩一遍，这样的梦想我可以陪你一起。赶快按下订阅频道，加上小铃铛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赶快来订阅哦。